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运动毛巾哦，非常感谢我们 Amazfit 给大家看哦，抽六位网友，这样机会比较大。我原本想说抽三位网友，撞风从这边进去，对，那在现在保杆挡住，在里面其实有个进风口 ，OK， 那进来这边导风罩储存以后，从这边再进来，越近越好，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引擎的这个运转跟这个燃烧效率会更好哦，会更好，对，那哇，这就是原厂的。ST Line 跟 ST， 跟 ST Wagon 都不一样啊，很细耶，还有这个名牌，对，正卡泵还有料号，啊，是正卡泵的，嗯，正卡泵的，哇，啊，专用的香菇的，哎，欸，很漂亮哎，嗯，那其实鞍马他们那边有用这台去拉马力机，那个马力其实是有提升，马力扭力都有提升。好的，没有错。这个一样开始前，麻烦帮我按下底下 YouTube 电报订阅起来。雅维克，那脖子呢？这次换成自己来改车，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车子都准备好了。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雅维克的老板。嗨，马丁，我是豪。哇，今天我们要装这个东西之前，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会来抽奖，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好，所以今天脖子要来装这个是Amazfit 的嘛，对不对？对 ，Amazfit 的进气，进气套件。对，其实因为脖子本身之前都没有装过什么东西，那我想问一下马丁兄，这个通常我们车的进气的原理大概是怎么样子？车的进气的原理，因为引擎是这样，引擎的结构呢，不外乎就是进气跟排气，进气跟排气。对，所以在气体这部分其实扮演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今天要帮脖子的爱车申请的就是这个进气的部分，对，很兴奋，进气的部分。所以它原理，原厂原理是进气是从这里吗？原厂原理就是进气，它撞风从这边进去。对，那在现在保杆挡住，在里面其实有个进风口。OK， 那进来这边导风罩储存以后，从这边再进来。OK， 然后经过这个原厂的集气箱吸气跟过滤，然后进气给引擎。哦，这个使用这样子， okay， 所以原厂只有一边，对不对？对，原厂只有一边，所以有的人会去开两边。对，因为这边有一个预留孔。哦，对，所以进气越好，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引擎的这个运转跟这个燃烧效率会更好？哦，会更好。对，那给引擎更多冷空气，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今天只改进气，没有改排气，对，会有影响吗？基本上它提升的部分当然不会像说我们而提升了什么一两百匹，所以它进排气的部分基本上它都还是可以对应得了。哦 ，OK， 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Amazfit 的进气系统。嗯，好，首先要拆哪里？我先把这一段。哦，这一段。分一下下来。哦。然后这个一下。哦，好。哎，欸，那像马丁兄请教一下，像这一组 Amazfit 的进气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你就是可以把这个冷空气储存在它的这个，或者是进入它的箱体，那避免引擎室的比较热的空气进去，所以引擎它可以接收到的这个空气的部分的温度会比较低。哦，那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它的运转，我们又回到运转的部分，它的运转的效率就会更好，会更好。嗯，哦。哦，它是整个粘在一起的。对，它前面有塑胶卡尺，然后它卡尺是蛮容易掉，所以用这个去垫它。哦，去垫它。然后只要拖住。哦。那这样。哇，这就是原厂的。哦。这是原厂的部分，然后我们要装的是这个。哇，这真的好漂亮哦。它底下里面有香菇头。对。那直接打开给你看。对。刚才小欧是说里面有一个香菇头嘛 ，OK， 它这都是对应的，哦，都是对应的。哎，欸，所以像马丁兄那个 ST Line、ST、ST Wagon 都不一样。ST Line 跟 ST， 跟 ST Wagon 都不一样。啊，基本上 ST 系列的是一样的。哦 ，ST 系列都一样。对，所以它目前就是分成两种，1.5T 跟2.3的。
对，分成两种的部分。哦、哇，好兴奋哦！对，所以它基本上里面这个机器箱里面这个香菇头的尺寸对应也都不一样。也都不一样、嗯。对。那我比较想问，有的人说那个里面的那个滤网可以洗。嗯对，这个可以洗。我们这个是阿玛斯比，它设计是那种干式的，干式的，它是只要，譬如说5000啊，或10000，或者是保养的时候，对，把这个上盖打开，对，然后把香菇头卸下来，直接用 compressor 把它喷干净，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去做，就也不用换了，对，不用去做清洗的动作，哦、不是不用换，它这个东西其实寿命很长。哦，可能到你换车的它都还不会，哦、对，可以撑很久就对，它都还不会坏。哦，但是要做清洁的动作。OK， 嗯。哇，而且这个做的很细，还有这个名牌，对，正卡泵还有料号，是正卡泵的，嗯，正卡泵的，哇，哦，而且它这里有做一个洞，对不对？对，这个对流，对流，跟让就是让热气，它万一热气有在积在里面，积在里面稍微有一点可以对流，可以散出来。出來另外一个因为旁边这边的温度会比较低，对，那顺便有一些气体，它也可以从这边进入。哦。嗯，这个就是香菇头，啊，专用的香菇头，欸，很漂亮哎，欸，嗯，哦，这质感真的很好。对，那基本上阿鲁米的它又有，哦，是阿鲁米的轻量化的一个特色特点。哇，现在是导风罩，加了那个名牌，真的质感变对，哦，提升很多，质感非常好，还有类似料号、批号，对，限量版啊，对对对，对。好，哇，换完后，现在脖子是平路啦齁，就是一般的道路，很有感。怎么说呢？第一个重点是我加速的感觉。其实你如果开车开久开习惯，你的右脚那个油门的反应，其实你最明显就可以知道差异。油门变好踩了，真的是变好踩了。然后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这个声音。它的那个你在车内其实就可以听到，尤其你油门一踩下去，它里面就哦哦那个声音。对，那如果你把引擎盖打开的话，那个声音会更明显。 OK， 这是第二个重点。那再加上有的车友会去改电脑，那个效果应该会更明显。对，不过呢，脖子这边不打算改电脑。目前来说，原厂车配这个阿玛的进气其实就很有效。来，我们可以照一下前面给大家看，听一下那个感觉。那个车内嗡嗡的声音，那个共鸣声蛮好听的，哦，真的蛮好听，就有点低沉的感觉。这个我会笑声说不用改排气管，就有那个声音了，好不好 ？OK， 现在我们是平地那个一般道路啦，我们等一下会上山，哦，等一下上山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究竟油门踩起来是不是真的变得比较好踩了。车室内就有传来这个声音了，更何况呢，我们把引擎盖打，等一下我们会把引擎盖打开，给大家听个声音。哦，很低沉的那个声音，哦，这个我平常开车其实就习惯用一般模式。那我觉得原厂的情况下，用一般模式开，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闷闷的。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换完那个阿玛的空滤这个进气系统之后，哎，油门其实变得很像我平常开的 Sport 模式的感觉，哦，那就是整个都往上进阶的感觉。 哦，车室内传来那个嗡嗡的声音，哦，那我开一下 S 模式。哦， S 模式也蛮那个的，哦，那其实鞍马他们那边有用这台去拉马力机，那个马力其实是有提升，马力扭力都有提升，哦，其实蛮特别的。好，直线，哦，很有感，真的很有感，改完之后很有感。哦 ，S 模式，你看我上坡其实很轻松，真的很轻松。右转，哦，有没有上坡？等一下我们应该来听一看外面，外面不知道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好，我们到达目的地，然后温度过高，需要散热，好不好？给大家看这个设计，它正卡泵的，而且它有这个名牌，哦，质感都很好。那这边做的很细的是它这里，它要把它绑起来，给大家看，哦，有束带把它绑起来，四周这样子。那好，那我们踩个几下，给大家听一下那个声音。当然，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抽奖，对不对？刚片头其实有讲到，那这次我们抽，我们这里总共有六项啦。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运动毛巾哦，非常感谢我们 Amasby 给大家看哦，蛮有质感的，而且很厚。我、哦、刚好冬天到了，然后你看还挂一个 Amasby 的这个 logo， 真的是不错哦，放在车上很好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这个是钥匙圈哦，很有质感的钥匙圈哦，也印着 Amasby 的。然后你看这里。这个有点类消光的感觉，非常好看。那这里总共有六个，好不好？总共有六个。那我们这样好了，抽六位网友，这样机会比较大。我原本想说抽三位网友，一位网友这样一个配一个。那我想说改成六位好了，好不好？所以这样大家中奖几率比较大，所以一定要完成任务。那任务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放在下方的留言处，好不好？留言处我会把活动办法放在里面，那大家也要完成任务，就有机会获得六位哦，好不好？你有可能是幸运得主。好，那。记得订阅 YouTube 频道，好不好？那我们下部片见咯，拜拜。